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他们特别带了雨伞，他们本来希望的是帮阿公阿嬷，苦行的阿公阿嬷撑雨伞，但是他们很清楚，阿公阿嬷要用身体表现他的诚意给社会看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帮阿公阿嬷撑雨伞。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往里面走，等一下我们手上的鸡蛋，用鸡蛋一起表达我们的愤怒。第三指挥车靠台北宾馆那个，请靠台北宾馆那个车道往前走，好不好？三号指挥车，请你靠那个。大家绕一下。三号指挥车，来。Stop the drum! Stop the drum! Stop the drum! OK。麻烦你沿着那个最外侧的台北宾馆的车道向前开。大家麻烦大家让开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三号指挥车要进场，请三号指挥车开到跟二号指挥车同一个平行的位置。前面二号指挥车请位置哈。开过龙界的轿车，要帮忙，可以过吗？好，过了，等一下，三号指挥车等一下。总监弟兄，可以让三号过吗？甚至可以暂时放开让三号过吗？可以，好，再来一点哈，三号向前。好，原先产业总工会啊，不要丢鸡蛋，不要丢鸡蛋，现在不要丢鸡蛋，不要丢。我们工人这边现在没有丢，各位不要被干扰，我们还没有下令丢。前面的工会听好啊，我们这边没有下令，我们不丢。